每天总有零星的罗湖渔船进入弯弯的樟宜河。来来来，几乎每天，57岁的吴应金也都在这里提卸海鲜。这是樟宜村独一无二的渔货码头，虽然它存在许久了，但很少人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边贸市场。进行交易的是柔佛的渔民和本地的海鲜商。通常是柔佛。啊，像这本格兰啊，像这卓霍利波一带的人，他们会华山板来啊，还是叫那个西嘎那个司马利办的那个摩托山过来。渔货码头最兴旺的1980年代，一天有20艘渔船从柔南过来。用哎，拜拜，五六分打底。好，现在的都说，因为我们有寄住属于吗？我也能寄住香港、台湾、中国，是靠新加坡而已。现在他们自己有本身了，用船直接再去香港、台湾这样。交易量现在少了许多，码头的声势也不比从前，但它却代表了樟宜村最原始简朴的一面。樟宜是吹海风、看飞机、休闲玩乐的地方，但它也是许多人回忆的驿站。樟宜是树的名称，这一棵就是樟宜树。在上个世纪初，樟宜还只是一个森林和沼泽地，只有一条公路从市区通往旧樟宜村的警察局。当时附近有不少马来村落。是地图研究员，曾在国防部工作。他从英国旧地图中追溯到樟宜地方的命名。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那个 Captain Franklin 嘛，他来这里开始从这里测量，所以他就开始从这里起点了，所以他就把这里命名为Franklin Point。那个时候已经有原名了，就是丹中强耶，意思是一样，丹中是海角的意思 ，Point 是英文的海角了，所以两个名字都出现在当时的地图上面。1927年，英军进驻樟宜，开始改变这里的原始风貌。英殖民政府花了3年时间，在樟宜开辟3条主要公路，建了4个军营，并架起7尊大炮，防御敌人攻入。到了1940年代初期。樟宜已成为英国在远东最完善的军事基地。除了兵营之外，殖民政府也新建体育、娱乐设施，满足英军和他们的家属的生活需求。不幸的是，驻守新加坡的英军根本不堪一击。1942年。日军长驱直入新加坡，英军无条件投降，而樟宜海滩也变成日军的杀戮场。
到樟宜闲游的人大多不会停下脚步细看这块立在海滩第二停车场附近的纪念碑，碑上是新加坡已故画家刘抗的素描，简单的笔触与线条写着的是一段血泪史。日本占领新加坡后，以大减政为名，对华人展开肃清大屠杀，估计有50,000人惨死。所以大减政就是他叫通知所有的居民集中在某一区了。新加坡很多区，他就一区一区集中起来，集中起来呢，那么然后叫你排队，排队呢。要经过他那个宪兵站着的地方，那么由于这个宪兵随便他挑选指点呢、他就把他送到楼梯上面，再到那个樟宜海边。When we reached the shore, I saw on my right a row of dead bodies. The first group began wading into the sea.The Japanese mounting their machine guns on the concrete parapet along the shore. After the whistle, the machine gun opened up. I took a deep breath and went underwater. And I could hear the bullets ricocheting above me. It went shoom, shoom, shoom above water. I started to swim underwater to get away from that area as fast as I could.根据记录，在肃清行动中，66名华人在樟宜海滩被日本宪兵枪杀。而附近的丹纳美拉，则有数以千计的华人死于日军枪下。遭肃清冤死的尸骨未寒。1960年代初，陆续重见天日。今年80岁的吴兆勋，当年和家人受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委托，协助寻找和挖掘蒙难人民的遗骸。当时是在1962年，当时我大概也是20岁左右，那我父亲去召集那个附近乡村那些老人家。大概有的50-60岁了啦，就买锄头啦这些了，就开始就去试探。吴兆勋和挖骨工人在全岛多个肃清地点，包括樟宜301格，也就是现在的四美一带，找到遗骨。樟宜301个这个地方，因为塑胶岩里面，那这个骨骸全部在那个埋在那个塑胶下面。全部那个根啊，把那个骨都刺得很凝脆的，挖不到什么，真是好像一根一根的骨头。当时我们挖的都没有地方好放这些骨骸，我们买那个缸，全部把那缸装得满满，那就算一缸。吴兆勋的妻子祝秀华当年也跟在他身旁目睹挖骨工人的工作。每天一大早他们就来挖，你看到真是惨不忍睹啊。骨头一定要清洗，那时候他们都用健漂药水消毒药水把它洗干净，风吹干，然后就跟它放在这个瓮里面保存起来。用民间的民俗，就烧金银纸啊，好像那种纸的那种金衣啊，烧给他们啊，这做了很长一段时间。寻找遗骸的行动就这样持续了7年，然而在樟宜的海滩上始终没有找到遗骨。樟宜这一带很多船员，但是最后都还是没有办法找到。
我们也尽了我们很大力量，因为我们就是说希望这些部海能够把它从那个好像荒山野岭啊、水镇啊、渔打把它搬上来，就放在纪念碑里面。樟宜也留下英国军人屈辱的一页。新加坡沦陷后，五万名联军战俘从市区步行到樟宜，被关在附近的监狱及军营。1942年8月底，四名战俘企图潜逃，日军下令全体战俘签下不逃跑同意书，还把他们集中到史拉兰军营广场。只能容纳1000人的广场挤满15000人，拥挤恶劣的卫生条件导致一些战俘感染白喉和痢疾，不幸死去。战后史拉兰军营重回英军手中，几经辗转，他在1984年成为新加坡武装部队步兵第9师司令部，广场周边原有的7座营房随后被拆除。军营里只剩下这座英军遗留下来的军官俱乐部建筑，还有教堂的座钟回荡着昔日悲歌。距离史拉兰军营2公里处的樟宜空军基地里头，有座151号营房，已经空置多年，同样留下前战俘刻骨铭心的回忆。二战期间，151号营房是痢疾病患的治疗中心，里面有间圣路加教堂。1942年，性命垂危的 Stanley Warren 被送到这里，以画笔抒发当时的心境。战后他3度回来修补壁画真迹。新加坡武装部队少年学校的学生在1982年也参与修复工作。1988年 Stanley 最后一次重返故地，那年他已经71岁了。It brings back a host of memories from the very first time I painted the murals, obviously, which was a painful experience. But the restorations have been very, very happy affair. 作画人已经离开人世了，偶尔还会有远方的客人来到这里追忆他们的荣辱哀愁。在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有3位年约90岁的战俘和他们的家人来到这里。当时呢，他们的情绪一段非常的激动，还跟我们讲起当时他们在这里当战俘的点点滴滴。日本占领新加坡那3年0.8个月的黑暗日子已成过去。樟宜码头旁的这座石桥写下樟宜人的集体回忆。
曾经担任新加坡野生动物保育机构总裁的赖威敏，1950年代在樟宜出生，度过难忘的童年。我们小时候呢，常常就是经过这个石桥，然后到樟宜海滩那边去游泳。我们就是常常从这个石桥下面跳下来。当时候的樟宜小区呢，它是比较窄的，旁边都是很多红树林、沼泽地。然后我们晚上呢就会坐三板，然后在这个红树林这一区就钓鱼。水里面呢是脏兮兮的。有一次我们就是发现到骷髅头在里面，然后就是不知道是动物的骨头呢还是人的骨头。英军在战后重返樟宜，给这小地方带来无比生气。在50-60年代的时候，英国军人是新加坡人的衣食父母。那时候差不多有10%的劳力都是由英军聘请的，所以我爸爸会说几句英语，那他就理所当然的来这边开店，然后当老板哦。在50-60年代的时候呢，生意很好。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有车子还有司机，接送我爸爸到波迪那边去办货。在这边驻扎的那些军人呢和他们的家眷大概有几千人，所以呢这些年轻人呢他们都是喜欢吃喝玩乐，所以呢整街都是酒吧、奶吧、西餐厅、Kopitiam等等。尤其是在月尾出新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出来大吃大喝。驻守樟宜的英军即使离开了，依旧对这里念念不忘。目前住在英国的 Mike James 曾经在樟宜服役3年，怀着浓厚的感情，在1996年成立了皇家空军樟宜协会，时常和昔日同袍叙旧。I was out in RAF Changi from 1960 to 1962. I went out there as a tradesman, as a teleprinter operator. Singapore.Which it comes out it was the best posting the RAF had in the world, and my goodness, it was a beautiful place. Well, I used to spend a lot of time in the village. Well, there was a lot of RAF personnel and their families going down there to do the shopping. There was the barber shop. Well, in fact, it was the only barber shop there was at Changi. We used to go there for a meal. There was loads of shops for clothing. You have your clothing made there.樟宜尾最有特色的建筑便是坐落在树林中的黑白洋房，这些英殖民时代的房子在岁月的流淌中静静而立。这条尼德拉文路是樟宜最早建设的街道之一，也是林芳明每天的必经之路。他的餐馆就在这条路上的风帆俱乐部里头。面向海滩的风帆俱乐部已步入80年的历史，是英殖民时代的遗产。年少时代的林芳明经常跟着风帆俱乐部的英军出海。In the 1960s, we are very poor. At that point of time, $8 is equal to £1. So it's just a matter of survival. We got to survive. So we got to work along with them. Lin Fang Ming 从小就在厨房忙进忙出，帮父亲招待客人。早年俱乐部只招待洋人。Asians are not allowed to come in. When I was young, I always asked my father, this is my country. This is my motherland. Why can't I go in? Why only the British can go in? I was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And that point of time when the British was here, the most popular is fish and chip. On the average, I would do at least 500 pieces of fish and chip per day. 林芳明小时候就认识吴应金，两个人经常在码头溜达，赚点洋人的小费。The British army always throw coins into the river. As a young boy, I always dive down to pick up the coin. On the average, I collected about 80 cents per day. 英军当中，他租船出去啦，去沈家哈、Serangoon Island， 他通常是会去这些 island， 因为他沙滩美嘛，去游泳啦、玩啦。因为船夫通常是会讲英语嘛，我们是会一点英语嘛，就是 Hello John， Where you want to go？ 有时候他给的慷慨，有时候10块、20块这样给。皇家空军在樟宜驻扎长达25年，直到1971年撤走。那时，樟宜又在面临另一波的变迁浪潮。下载 Toggle App， 免费观赏更多精彩节目。